刘先生，这束小花送给你。啊哈，这个颜色真不错，和帅气的我还挺搭的。哎，今天就用这些叶子和花朵给大家出个小谜题吧。好啊好啊。充满智慧能量的神秘山洞，快快开门吧。移一移，看一看。哎，嘿，完成了。这时候如果把左边的窗户和右边的窗户重叠，我们会看到什么图案呢？左边的窗户往右移动，右边的窗户不动，那么左上角的叶子往右移，右下角的花朵位置不变。答案是第一个图案吧？答对了。嘿，嘿，贴好了。现在，如果把左边的窗户和右边的窗户重叠，我们又会看到什么图案呢？现在叶子和花朵图案都在两个窗户的右上角，窗户重叠后，叶子和花朵的位置也会重叠。答案是第二个图案。没错，你又答对了。我都答对了。哈，你真棒。小朋友，你也答对了吗？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